我们要回队里边了，我不需要你了。丁教练，我没别的舞台。这样我有机会留下来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我说你这又洗车，又上演了，你急着挣钱娶媳妇儿去。给我爸治病，家里欠了些钱。这也算师徒一场啊，拿着这钱。 去找个好地方好好跳，然后回来打死金太昊，打死强者做选择，弱者被选择。我希望我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金太昊。在街舞的舞台上，一切平等。放音乐吧。 这怎么还喊上麦了呢？